狼，你才打滚呢！老鼠，老鼠，跟贱人这样好玩，很讨厌。台北市议员一位王小姐策动张淑娟提告，目的何在？请问这位新闻界出身的王小姐，你在新闻界工作这么久，你不想知道真相吗？意识形态跟政治权位会让你失去了理智吗？我在这里先警告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请你们不要把一个单纯的媒体工作者寻找真相的事实做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其中这位台北市议员王小姐所伤害的就是张淑娟小姐。张淑娟小姐，你说他的谁伤害谁啊？他告的是你，不是我，太恶心了啦。这一位在场闹场的人叫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威，纯粹的新闻工作者。天天在拜树，还有脸在那边讲话？人家告你多好事了，你好意思吗？哭一下啊，这就哭一下啊！你不是最爱哭吗？你也可以在地上打滚啊，你也地上打滚过呀。他待会会打滚呢，他待会会哭哦，会打滚哦。我地上打滚过。你老公吃软饭吃了十几年，你自己把话说清楚吧你。我老公跟我离婚了，再见。你王宏威，谁嫉妒你老公啊？你自己送上门来挨打。这种人想要蹭人家、想要选举的人，就是国民党最无耻的现任的市议员候选人。最不要脸的媒体人，你还好意思讲媒体人？不要脸！媒体人做五十年，我要不要脸是我自己的事情。对你不要脸是你的选择。你更不要脸，你为了要选举蹭人家周玉蔻，你要脸吗你？你叫张淑娟吗？你靠一边去了，跟你无关了。你才滚一边去嘞！你滚，你滚一边去，这件事能跟你有关吗？王宏威，你走一边去了，你又不姓，你又不姓张，你又不叫什么？你滚他就会到了。那我要等张淑娟小姐，那你就等不到了。你是挑拨离间者，你是想要得政治红利的不要脸的蟑螂，你才打滚呢！老鼠，老鼠。你才是人见人讨厌的，想选立法委员选不上，只有你败诉，败诉过又怎样？